人生有两次生命，一次是出生，一次是遇到你。夏夜，你等我很久了吧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你好，请问是夏夜小姐吧？对，夏夜，给我的。夏夜，我是柯达，17岁的柯达。虽然你已经27了，但看起来一点都没变，不应该说更漂亮了，也更健康了。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要跟你说，你准备好
好了吗？我爱夏天，8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。那个人小雪个子还腿又粗，真不知道他怎么混进游泳队的。听说他拿的是体校的。哎，黄艳艳怎么了？哦，减肥减的。听说他为了告白一直不吃饭，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。嗯，是我。啊，他跟我告白了。我跟他说呀，像你这种人就算骨瘦如柴我也不会感兴趣的。是人吗你？听说夏夜爸妈离婚了，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呀，隐藏得挺深啊。哎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哎，你怎么看着他就笑？你是不是喜欢夏夜？什么呀？23年以来最炎热的夏天，昨天青岛市的最高温度达到37度，比南京、杭州两大火炉城市要高1到2度。据市气象局统计，往年青岛市的高温天数达到了12天，而今年的高温天数……去你的！我叫柯达，17岁，可能因为跟胶卷同名，我记性特别好。这一年，我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真正喜欢的姑娘。一不小心他就改变了我的人生。别打了，这是夏夜，我喜欢的姑娘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和她都缺少父爱的原因，我们都不会表达内心的情感。如果可以预知未来，我会对她说出我想说的每句话。这是徐浪，高中3年我最好的哥们儿。别看他有点二，又满嘴跑火车，一言不合我俩还会打一架呢，但到了关键时刻他可相当靠谱。你别打了，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。不是老师，这次真不是我，是他先动手的，我纯属自卫啊。你哪次不是自卫？是啊，不是，周围同学都可以证明，不信你去问。柯达，是这么回事吗？你怎么也学会打架？哎，老师，你看我门牙对不对打松啊？这次必须给他记大过。报告。放哪？气死了，连他这种好学生都打架。今天好热啊。对呀，这么热还要补课，学校简直就是发泄死了。啊，
你醒了？嗯。还难受吗？已经好了。老师让我叫醒你，让你回家。我看你睡得太香了，就没忍心叫你。好了，就回家吧。嗯。走吧。你干嘛跟着我？嗯，我来吧。等我那么久，我应该送你回家。谢谢。什么时候陪我喝一杯啊？下次。怎么又下次啊？啊，每次都下次，下次我不来了啊！来，我敬你们一杯啊！来来来来，罗曼娘结账。来了。嗯。我儿子帮忙呢。啊。别走别走，来。谢谢。柯南。挡着脸干嘛？我看看，怎么了吗？你怎么了？汽车摔了。广播通知：由于天气炎热，考虑到同学们的健康，学校决定从明天开始放三天高温假。许多记忆已经模糊，却有这么几件事在我和夏夜短暂的恋爱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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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好像不会游泳啊。见没？嗯，你不是第一个被他们掉到水里的了。哦，没想到我们这里还会有人不会游泳，那你还敢在这儿睡觉啊？这里比较凉快啊。现在彻底凉快了吧？谢谢你，我先走了。黄艳艳，68。任小雪，86。柯达，88。
乔芬芬，七十五，夏夜，八十四，徐浪，四十二，徐浪，徐浪呢？刘老师，今天徐浪没来上课。怎么又没来？你放学以后，到徐浪家去一趟，把卷子给他带过去。无故旷课，让他家长给我打电话。哎，柯达，嗯，你家离徐浪家很近吗？对。柯云，柯达，嗯，你喜欢看书啊？嗯。你喜欢写东西啊？嗯。你是只会说嗯？嗯。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，因为我包蕴在人类之中。不要问我丧钟为谁而鸣，它为你而鸣。那天你把它落在游泳池边上了，我叫你你又不理我，所以我只好帮你收起来了。没想到你文章写得这么好。这不是我写的，是海明威写的，准确的说是一个英国诗人写的，我特别喜欢就抄了下来。你知道深夜广播忘记夜的他吗？我不太听广播。你可以把你写的东西寄到那里，如果在广播上发表了还会有礼物送哦。什么礼物？录音机。我有录音机了。你拿了奖可以送我吗？所谓喜欢一个人，就是记得他说的每一句话，想成为实现他愿望的那个人。我已经开始想要写什么东西寄到电台了。小兔崽子又没去上课啊！今天不是说好了要去他们学校的吗？你看我不打断他的狗腿！哎呀，你生这么大气干嘛呀？你再看看咱们家老二，这么小就这么懂事儿啊！不吃不吃。他几天前啊，跟一个不知道哪家的臭小子打起来了，鼻青脸肿的就回来了。哼，不看我也知道。肯定是哪家的野孩子。好啦，完了我去跟老师好好说道说道啊。叔叔阿姨，刘老师让你们给他打个电话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再见。我知道我哥在哪。那天，我牵着你的手，只顾往前跑，来不及回头多看一眼，只记得海风混杂着汗水，成了一种彻头彻尾的咸。很久以后，每当我再闻到这种味道，就忍不住想起你，多想那一刻无限延长，多想那时的我能留住那时的你。打架呢？那个，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那天我不应该那么说你妈，我向你道歉。没事儿，反正你也被我揍了，扯平了。哎，想不到你刚才那么够意思，你追我的时候我都傻了。我也傻了。其实，我也懵了。
你俩在这等着我啊。嗯，等着我啊，千万别走。哎，别动，还在流血呢。我自己来吧。你刚刚不是还逞英雄的吗？哎！哎！为了感谢你们的仗义，干！嗯。徐浪，嗯，明天好好来学校上课。知道了，班长大人。嗯，不过你得帮我给考卷签个名，你的字儿写的太像我后妈了。那一次打架让我和徐浪成了最好的哥们儿，也因为那一次我和夏夜之间有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，愿与你分担所有。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，要勇敢地抬头。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，另有波涛汹涌的自由。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，在迷雾中让你看透。阳光总在风雨后，乌云上有晴空。去你想去的地方，珍惜所有的感动，每一份希望在欢迎回到深夜广播，忘记也是他。不要！今天最后的内容，为大家介绍一封很特别的信，来自青海中学的柯达同学。没事，今天我想写一下我们班的班长，她是一个长头发的文静女孩，长得比《东京爱情故事》里的丽香还要可爱。学校40年周年庆，班里决定上演一出《大话西游》，她演戏里的紫霞仙子。性格腼腆，但一到彩排的时候就充满活力，好像换了一个人。不料没多久他就病了，时常不能来学校。后来才知道他得的是白血病。据去探望的女同学说，他的长发已因药物治疗彻底脱落，有的没了往日的面貌。这个孤独的夜里，That you are， 哎呀，柯达这小子怎么又被罚站了？他自己要罚站的。说错什么了？因为说谎。哎，我们继续啊。把他叫进来啊。我不去。你不是跟他要好的吗？指不定柯达倒了，明天还会放假呢。够了够了，笨蛋，谁让你罚站的？Thank you.
我是夏夜，当面我不知道怎么说，所以恶音用你撒谎得来的随身听。听好了，柯达，我生气不单是因为你说了谎，你有没有考虑过真正得病人的感受？如果我真的得了白血病，你会怎么样？各位乘客，前方即将到达青岛站。写完作业，一会儿要去大排档帮忙。我妈的厨艺特别好，你以后一定要来吃，就在河堤那边。哎，我说这干嘛？其实是想跟你道歉，对不起啊，夏夜。夕阳铺满走过的街，灿烂的目光染红。是有你的花蕾透着冰夜，会有一种笑着哭的我们，欢喜和悲伤都是如此的对称。你的泪天中带线，仿佛你们眨了眼，拥有和失去都在一瞬间。没事，那个夏天许轻狂的誓言，可谁能猜到未来根本不会实现。某天当你不在眼前，留在心底的余温是你的意义。夏夜，你知道吗？学校还跟以前一样，就连你最喜欢的开满莲花的水池也还是老样子，可我们却再也不会一起回家了。我总是反反复复地梦见你，梦见你还好端端地在我面前，能跑能跳，偶尔也会欺负我。那些原本平凡的日子竟变得格外珍贵。你看，我又忍不住想你了。柯达，急什么呀，等等我。多点这样放学喽。我自行车坏了。来。
这个夏天我一定要学会游泳。这么浅的水你都不敢跳，还想学游泳啊？要不你先。你先。哎，你吧。大叔叫李富生，是我学游泳的搭档，56岁了，未婚，会算命，最神秘的是他还开了一间不挣钱的邮局。哼，说是邮局，其实就是一间不挣钱的快递公司。未来邮局。是的，未来邮局。嚯，哇，一场温暖的相遇。嚯，礼拜天好好看看，东西很多吧。嗯，未来邮局可以把你想寄的东西寄到未来，什么都可以寄，可以在你指定的时间寄。哇，不是水啊。傻小子，酒香都闻不出来。写给谁呢？家人、朋友，甚至还没有出现过的人。还没有出现的？例如你未来的男朋友啊，老公啊，孩子啊，看你喜欢谁写给谁。谁？在这个世界上有活人和死去的人，人死以后并不意味着他不存在了，不，他存在着，只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活着。因为爱，他们会再次的相遇。我把这个书信的地址叫做世界的中心。大叔去过吗？当然没有，但是我必须要去，而且我愿意去那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要见一个人。见谁呀？哦，真笨啊，又没闻到酒香。你不是想知道我想见谁吗？你答应我一件事情，我就告诉你。我不想知道。又不是什么大事儿嘛。什么事儿啊？别听他忽悠。我让你们看样东西，过来。今天晚上，你们去帮我见个人。夏夜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里。啊！柯达，柯达，你别吓我，柯达，柯达。夏夜呀，美琴，啊，柯达，这跟大叔说的世界中心有什么关系啊？澳大利亚阿尔兹岩石，又名乌鲁鲁巨石。阿尔兹岩石高348米，长3000米，基围周长约9.4公里。东高宽而西低窄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整体岩石。乌鲁鲁岩石是世界上最大的岩石，已经存在1亿年。当地的原住民认为它是澳洲的灵魂和心脏。我在电视上看过，我觉得那就是世界的中心吧。可那是他们心中的世界中心吧，每个人想象的都不一样。还有人说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中心呢。你是不是喜欢人家？谁呀？还能有谁？你们俩每天同窗入对的，有没有？和我年轻时候一样。什么呀？不是吧，大叔？喂，
你说什么呢？我有这么变态吗？她是我初恋的女儿，哦，也是我的女儿。故事发生在1967年。我和美琴是一见钟情，我永远记得她那好看的笑脸。可是没过多久，我就被征召入伍，不得不和美琴分开。美琴，美琴，吴声，美琴，吴声。美琴坚持给我写信，但最后等来的是家里逼她结婚的消息。不下彼此，虽然他结婚了，但我还是搬到他家附近。我想甭管结没结婚，我要照顾他一辈子。可是老天还是不给我这个机会。如果相爱是错，那么老天该惩罚我。孙教练太像美琴了，和她妈妈一样漂亮，所以我确信她是我的女儿。等我死后，我会把未来邮局交给孙教练。我要告诉他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爱他的爸爸。请问这是未来邮局吗？所以，这个是从你们这儿寄过来的吗？你就是夏夜小姐吧？对，这就对了。进来吧。柯达，谢谢你陪我过生日。原本这是我最糟糕的一天。夏夜生日那天，他爸说好要来，却失约了。我在海边找到他，正好赶上一场大雨。哇！我跟你说一个秘密。嗯？还得有另一个我。另一个你？嗯，我爸前年在附近的岛上工作，雕了很多雕塑，其中有一个就是我。但是回青岛的路上遇上大风浪，他们为了保住性命，不得不把雕塑丢到海里。虽然爸爸很舍不得，但最后也没能保住。雕像真的跟你很像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很想见他。在我14岁的时候，我爸妈就离婚了，
一开始我以为我爸只是经常出差，后来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。我每年的生日都会许同样的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下一个生日还能跟我爸爸一起过。可是从去年开始他就不来了，他会给我寄很多很多礼物，还有很多理由，但是我知道那都是借口。起码你还有你爸爸可以陪你过生日，我连我爸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。哇，美人鱼在哪儿？那那那你看那边，那边哪儿看见了吗？嗯可以许愿吗？我从没告诉任何人，那天我们真的看见了美人鱼。我想也许是因为跟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我们喜欢的样子，当然偶尔也有例外。还是美人姐啊？嗯，我给她写了很多信也没有回应，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要不我们去找她吧。去北京吗？我陪你去。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妈说，她也不一定会同意的。我想到一个人可以帮我们。待会儿呢我们先假装进去坐火车，让柯达和夏夜先进去，等夏夜妈妈走了我们再解散，知道了吗？好，谢谢大家，加油。我爸在北京建的度假村一直没拿到营业证，那里是空的，你们可以去那儿住。那好了，夏夜，老师好。妈，这是我班主任。哦，夏夜母亲吧。你好，这次呢带着孩子们去北京实地学习，您就放心吧。没想到老师这么年轻啊。我嫂子应该去拜访您的，就是太忙了。夏夜在学校表现还好吧？哦，表现特别好，只不过柯达这小子太黏着他了。夏夜没什么问题，有问题的是这小子，天天像狗皮膏药一样。那还是要拜托您了。不用担心，最头疼的就这小子。好，那我们先进去了，明天回去吧。好的好的，注意安全啊。妈妈再见。再见。去北京了。哎，到了，就这。哎，不是，找谁呀？就往里面冲。您好，我找夏强生，他在这里工作。夏强生啊，馆长啊，他今天请假了，说他女儿病了。生病了？哎，我没生病啊。你能跟我说一下我爸的地址吗？我说，你是他闺女吗？怎么连你爸地址你都不知道呢？啊！哎，大爷，这你怎么说话呢？我这他是他女儿，爸妈离婚了。到家了，爸爸抱。好，爸爸抱。回家我们做好吃的啊。嗯。
小腿腿又没有了是吧？啊？哎，夏夜。没事吧？我不知道他又结婚了，还有个女儿。真的不想见他了，可能他也不想再见到我了。哎，都怪我瞎出主意，早知道就不该来。可是现在怎么办？除了回去的车票，我们身上还不到40块钱。哎，我知道一个不错的地方，不用钱，走。这儿就是徐亮家的别墅，怎么阴森森的？哎，柯达，啊，你有听见电话声吗？哪有声音啊？说不定是从未来打来的呢。别闹了。听说戴多了耳机，听力会变差的。是吗？你看那有人，谁开玩笑吧？有人吗？开个灯。哪有灯？找不着啊。嗨，镜子。啊，是镜子啊。嗯。柯达。嗯，哟，真有个电话啊，有声音啊。嗯，哇，这里不会有鬼吧？我就是鬼。我猜你就不是人。啊？开玩笑的。好美啊！怎么了？看什么呢？真好看。夏夜的脸笼罩在霞光中，我希望那光永远不要消失。我经常能梦见海里的自己，他虽然不能说话，但是他能听，能看，有知觉。他一个人在海里一定很孤独吧？不会啊，他一点也不孤单，海里有鱼群陪着他，偶尔还有美人鱼呢。哼，总有一天我要去海里找他，我好想见他哦。我帮你去找。嗯，我相信海里面应该有跟我们长得一样的美人鱼。那现在那些跟我们长得一样的美人鱼也正聊着我们咯。嗯，也许吧。也许他们也正在说也许吧。可能也回答也许吧。嗯。
虽然没有讲出口，但我在心里对他说了许多难以启齿的甜言蜜语，海誓山盟。他的表情仿佛听懂了我的话。对对，靠近一点儿。对，很好。哎，不用，我把头抬一下。别动，别动，就把头。对对对，靠近一点。哎，亲上，亲上。哎，对。徐浪。哎，老板。镜头都摔坏了，没事没事，没关系。柯达，几年没见了。你一点都没变啊，太想你了，你小子。不是我说你，你小子真不是人。毕业后就断了联系，谁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。这次过来做什么呀？我来见夏夜。夏夜小姐在1998年8月底到10月底在青岛博生专科医院住过院，对吧？对的。再次听到她的声音，以前的事全都想起来了。我知道他在等我，真的好想见他。不是都说好了吗？怎么还这样？说好我生日要来的。你都不知道我去过北京了。妈是家人，我就不是了。别看我天天跟女人，爸只有一个。夏夜说他能听到电话铃声，但我听不到。人口的地理分布反映世界各地居民的空间分布情况。世界人口分布极不平衡，据各大洲来看，亚洲人口最多，占1/10。乌鲁鲁岩石是世界上最大的岩石，它是澳洲的灵魂和心脏，那就是世界的中心吧。可那是他们心中的世界中心吧，每个人想象的都不一样。我经常能梦见海里的自己，我好想见他哦。世界上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有：一、审题不准或者是脱离题意；二、思想缺乏深度或者是不积极。柯达，嗯，你有听见电话声吗？哪有声音啊？语言不讲究技巧，不会用修辞，平铺直述，
内容空洞乏味，文章字数不多。是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害怕。多发性骨髓瘤，恶心。那时的我还从来没有面对过死亡，无法把死跟夏夜联系在一起。医生建议马上手术，但是风险很大。虽然我们会生病、感冒、受伤，但是死和这些不同。是我的错，不该写夏夜得了白血病，都是我的错。这没什么，只要活着就有希望。你是怎么过来的？我一直后悔，我应该把美琴从她丈夫手里边夺过来，可是我一直在等，在等。我连美琴最后一面都没有看到，所以你更要珍惜你们在一起的时间。我不敢想象没有她的世界会是什么样。夏夜，柯达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患病烦了？仔细看啊，他只有10岁，多发性骨髓肿瘤，跟我是同一个病。这里有2个病，夏夜，
你要赶紧好起来，离开这里。嗯。夏夜小姐，你还记不记得，在那家医院的另一家病房里，有一个跟你同名同姓的高中女生也在那儿住过院。所以说，因为我们名字一样，这些磁带才记错了是吗？没记错，记对了。那个夏夜小姐，把这些留给了同名同姓的你。等你听完他留给你的最后一段录音，你就全都明白了。对不起啊，医生，我是他爸爸，如果我的骨髓都配不上的话，那还会有谁啊？我们当然会尽力的，我们会努力的。不是，大夫。医生，我想把骨髓移植给夏夜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的骨髓配型失败了，不适合做移植。不是，我跟夏夜很多地方都很像，怎么会不适合呢？夏夜的爸妈都不适合，你就别缠着我了。再检查一次，再检查一次吧。每天晚上，我都在心里默默祈祷。我想跟着世上的所有生命进行交易。假如夏夜能够康复，我宁可自己带他生活。我祈求上天不要忘记曾经那个情感的夏夜。阿达，谁？怎么满头是汗呢？跑过来的。我穿病号服的样子是不是特别难看啊？谁说的？学校的样子特别美，像睡美人一样吗？嗯嗯，因为太美，所以他不敢叫醒。我刚才，等我一会儿。
我刚刚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海里的那个我，他比我好，健康，没有生病。那你有没有替我向他问好？我已经提过你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想见你。一定会的。柯达。嗯。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儿。嗯。我想去海里去找他。妈妈和医生的对话，我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去海里看看另一个自己，是夏夜最后的愿望。我一定要带他去，哪怕这好像是在承认某种我绝不愿面对的事实。哎，据说把东西拿走。嗯嗯，干嘛？拿走，回你自己座位。干什么那么凶？你有病啊！柯达，干嘛？干嘛啊你？你冷静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我知道你难过，但你不能这样啊。你知道个屁！夏夜每天都在难受。我笑的时候他在受苦，我哭的时候他在受苦，我睡觉的时候他还在受苦。而我却好好的，什么也做不了。我无能为力了。我明白。你不可能明白。向我靠近。
我以前在书上看过，澳大利亚的土著们在摘取植物的时候会用手先量一下，像这样，这个熟了可以吃，这个没熟不能吃，这个没熟不能吃。可达，最近总想起以前的事儿。再过几年几十年，我们会有更多更美好的回忆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聊以前的事儿。傻瓜，我活不了那么久，不会死吧？不会的。我累了，累了就休息会儿，一会儿看他雕像再叫醒你。可达，我的生日比你早一个星期，对吧？嗯。我先出生。在没有你的世界里，一个人等着你。才一个星期而已。我会等很长很长时间。你要慢慢来，我可以等。除了我的身体，我一直都在。小叶，是。教室看起来好像比平时亮了数千个康德拉，鼻尖围绕着远处落叶的香味，这是只有夏夜才能做到的魔法。转头就能看见它，这么平凡的事儿，如今却显得尤为珍贵。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什么会比空气更重要了吧，除了夏夜。
这一刻我才明白，失去一个人，也就失去了全部活着的意义。多活十年，到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了，你再自己做决定。如果那个时候你认为生活还是没有意义，要死要活你自己说了算。但是你总要听一下这些磁带吧。大叔，我要把这个磁带寄给未来的柯达，就十年后柯达27岁的时候寄给他吧。手术后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，所以我给柯达和夏夜你留下了我的身影。见到你以后，我对自己的病有一种预感，听到你手术的消息很成功，可以痊愈了，但因为并发症你看不见了。明天我也要手术了，如果上天只能救一个夏夜的话，那个人就是你。我有一个请求，请你替我好好活下去。我要走了，但我身体的一部分留给你，请用我的眼睛去看我爱的这个世界，我的朋友们，还有我想念的人。我是不是太贪心了？
是，我真想好好活下去。就像浮生说的，我又活了十年，这一天又一天，只是另一种浪费。我所经历的时间停在了夏夜走的那一刻，这一次我必须要去海里见你了。到了海里就会有内部波，就像海中的暴风，暴风能将树都连根拔起，它会把你甩出去的，你小心点。我发信号给你，你一定要上岸，明白吗？其独自面对孤独冷漠的人生，不如去夏夜在的世界里，至少再也不想在没有夏夜的世界里醒来了。见到你太好了。我一直在这里。你为什么要先走？你知道我性子急，
从今以后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果子还没熟呢，我跟你说过，我会等你很久很久，你要好好活着。柯达，你醒醒！柯达，我见到夏野了。让我活着慢慢去找他。啊！我曾听人说，有一个地方可以与死去的人重逢，那就是世界的中心。也许，我去的那个地方，就是世界中心呢。在心底的余温是你的意义。某天，当青春变白头，时光里仅有的纯真是你的意义。回望一种笑着哭的我们，欢喜和悲伤都是如此的对称。天中带线，仿佛你蒙眨了眼，拥有和失去都在一瞬间。我们在那个夏天许轻狂的誓言，可谁能猜到未来根本不会实现。
世界，举手表决，只有你在我这边。年轻的灵魂才奋不顾身，愿黑夜再长一些，超越爱的极限。愿时光留在昨天，永远不要改变。某天当你不在眼前，心底的余温是你的意义。某天当青春变白头，时光里仅有的纯真是你。